龙鲤鱼以后不要总是炖着吃了，跟着我这样子做，整条街的小孩都被我馋哭了。龙鲤鱼洗净切成小块，加盐、胡椒粉、料酒，腌十分钟入味，给每一块鱼都均匀的裹上淀粉，条件好的插上竹签，七成油温下入锅中炸，炸至金黄酥脆捞出来，撒上自己爱吃的烧烤料。馋到你了吗？